那安尼，你先来要跟我分手？敢讲我比袂过迄人美华？你当然比袂过伊。上无我比较少年，比伊出身较好，我阁比。你比袂过伊对我的信任。美华的出身虽然无好，但我自从伊甲我交往开始，伊拢毋捌去别个查某人卡过，一直到即马为止，伊从来拢毋捌反背我，毋敢那是伊私人的品德好面，在事业上嘛同款。敢讲，你感觉我将来反背你？总裁，这是你拄只调过来的公文。扛得到好。总裁，啊，你几秒爱？你敢买即马批示一个？我马上提出来。啊，我伫只等一下，无要紧。咩？这无你的代志，你扔出去啊！我无公事，也毋过我有心事。总裁，你对我来变到这尔冷淡吗？即马是上班时间，卖讲这有诶无诶。也毋过你下班了后，嘛是对我同款冷淡，甚至讲你拢无来找我。敢讲，你想要算算的准拄煞性？安娜，我即马请问你，在咱交往的过程中，我敢捌甲你勉强过？是无啦，也毋过。那你嘛，请你莫勉强我，因为咱两个人所发生的一切，拢是你情我愿，所以你嘛无甚物好指责我。总裁，我毋是你指责你啦，让我顶多希望你来勉强我。你敢知影？我一个人泡伫浴缸内底，是我尔啊孤单。你敢知影？我每暗拢咧等你来找我呢。我并无叫你等。我若是想你，我自然会去找你；我若无想你，我就袂去。你等嘛是无采工，这点是咱的游戏规则，请你爱真清楚。你若是一直无来找我，是毋是表示咱的关系已经结束啊？哦，唔对。那安尼，你刚泡伫阮家浴缸内底，你甲我讲过，你讲我唔拿水，能力强，不但能帮助你的事业，甚至讲你嘛有想要娶我进门。刚讲这话，拢是甜言蜜语尔。一半是甜言蜜语，一半是真心话。我真正是安尼感觉，嘛确实有想过这个可能性。那安尼，你先来要跟我分手？敢讲我比袂过迄人美华？你当然比袂过伊。上无我比较少年，比伊出身较好，我阁比。你比袂过伊对我的信任。美华的出身虽然无好，但我自从伊甲我交往开始，伊拢毋捌去别个查某人卡过，一直到即马为止，伊从来拢毋捌反背我，毋敢那是伊私人的品德好面，在事业上嘛同款。敢讲，你感觉我将来会反背你？不是感觉，是肯定，而且不是将来，是即马，而且这是事实。哪有，我将来都唔捌反背过你。你敢讲你唔捌开过我的保险箱？当然嘛无，我开你的保险箱要创啥？我再讲，我嘛无你保险箱的密码，就算我要开嘛无法度啊！无我保险箱的密码，你是安怎把迄卡旋转手表锁入去保险箱内面的？安娜，你真正当作我是一个这么简单就去予美色买去的少年人是无？你看清楚，我是一个几岁人啊？我经历过偌济代志，见过偌济天门歪道的步数，敢若借口要锁一卡旋转手表？想要偷摕我保险箱的密码，都想要偷摕我超人的机密，你实在真看无呢？我看你今麦阁有啥物话通讲？总裁，你要哪安尼误会我？我真正是真珍惜你送我的表啊，我唔甘要有淡薄仔伤痕。唔甘要辜负伊对我的好意，我才会麻烦你锁伫保险箱内底。想袂到，
想袂到我对你的一片痴情，你不但无接受，而且你阁误会我，害我这么伤心。安娜，你即马讲什么话拢无路用，我会注意去观察，看阁刷落去，你的表现安怎才阁讲？你即马是咧靠啥？后摆若是阁安尼，我就马上甲你开除。哼，无刷阁袂互我看。安娜，你先出去。是，总裁，我林刚才阁听你的解释。无需要。